我要是年轻时候认识你，也许就不是今天的木驼子，早已经是木大侠了。<笑>不要！ 小子，你可知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？屠村觉着，以杀、止杀，只是权宜之策。我想追求的是活人间，而非杀人间。 活人剑，哈哈，好一个活人剑啊！倒把老夫比得下乘了。太师叔不但救我性命。 还传我上乘剑术，此恩此德，永生难报。等等，起来。上乘剑术，你差得很远。屠村斗胆，求太师叔将整套剑法传授于我。 小子，剑有双刃，刃有祸福，你不后悔？能学此剑术，乃人生幸事，只有感激，绝无懊悔。 倘若不传授于你，这套剑术用不了多久，就会随我一起埋入黄土。这么做，对不住独孤前辈啊！谢太师叔。 面前，你们不必多礼。我今日来，是想请诸位办一件事。一切听从圣姑指示。好。尝尝这个。啊，来。
秦一哥，嗯，你说我混运气啊，连输37把，也不知道我最近走了什么辈子。秦一哥，阿幺，看什么呢？肖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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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哎哎哎哎，你别走啊，肖师傅，肖师傅，你别走啊，哎哎哎哎哎，肖师傅，别走啊，肖师傅，我想你想的好辛苦啊，肖师傅，你休要胡说，你快放开我，我可没胡说，我得了相思病，整天无精打采的，都是因为太思念小师傅了。哎，不信你摸，是吧？喏，你好好摸，不信你摸，你感受一下。你快放开我！你再不放手，你便有性命之忧。捡不到你，我才有性命之忧。快点让开！胖和尚，你活得不耐烦了。这个道理啊，你自己都是和尚，又怎么能娶妻生女呢？你废什么话呀！我是先有了我女儿，后当的和尚。你再敢废话，我就把你变成太监。既然是和尚了，就应该有个法号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叫不可不见。不可不见。哎。好了，快！拜见你太师傅。拜见太师傅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起来吧，起来。谢谢太师傅。爹。跑吧，使劲跑吧！我已经点了你的死穴，不出3个月。你的身体会溃烂而死。跑啊！我不跑了，麻烦你给我解穴吧。爹，他罪不至死，还是解开他穴道吧。想解吗？想。哦，师傅，太师傅，受徒儿一拜。想要活命的话，就要看你日后的表现了。我以后会好好表现的，太师傅。你看，我说他跑不了吧？小子，这套剑法的精髓就在于一个悟字，千万不可死记硬背。等到以后你掌握了全部的剑意，则无可失而不亡。你天资过人，是继承这套剑法的最佳人选，
好自为之吧。太师叔，你要走了吗？嗯，老夫在垂暮之年能得你传我的衣钵，无憾了。今日之后，华山派的任何人都不会再看到我了。徒孙谨记太师叔教诲。不可不见，这到华山还得有多远呢？啊，我问你，到华山还有多远？啊，这怎么也得过了晌午吧？爹，我要回衡山了。哎，闺女闺女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啊，你这日思夜想的令狐冲马上就要见面了，你不能说走就走啊！谁说我日思夜想了？走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乖女儿啊，你说你喜欢人家华山派的令狐冲，这事你得跟爹说呀，你一个人坐在这儿也没有用啊。快快快，走，跟爹下山，爹带你去找我女婿啊。走。哎，爹，你胡说些什么？这怎么叫胡说呢？这男欢女爱，这是天底下最平常的事了，怎么的是胡说呢？快跟爹走。哎，是你非拉着我下山，要是师父知道了肯定急坏了。哦，原来小师父心里想的是令狐冲啊。我不听你们胡说八道。住嘴，这里都是你的长辈，哪轮到你说话了？呆住。嗯，闺女，再坚持一下就到了啊，再坚持一下，走走走走。掌门师兄，这三位是华山派的剑宗传人，风不平，程不忧，从不弃三位师兄。见过左盟主。嗯，岳不群当年以卑鄙下流的手段得到了华山派掌门的位置，我早就看不惯他了，今天请三位来，我就是想支持你们夺回华山派。有了左盟主的支持，那就名正言顺了。小师妹，还生我气呢？我哪敢生大师兄的气啊！你不加打骂，大伙儿已经谢天谢地了。
小师妹怎么了？小师妹没事啊。那你慌什么？嵩山派仙鹤手陆白带着三个自称是什么什么门户之人前来拜山。剑宗的人啊。三位，好像你们跟华山派没有什么瓜葛吧？哼，华山被你岳师兄买下了不成？旁人还不能上山了？哼！哦，原来几位来华山是游玩的，当然可以啊。不过不要再叫我师兄，因为岳某早已经不是你们的师兄。好啊。当年你师父用阴谋诡计霸占华山派，这笔旧账咱得算算。好啊，但是不知道你们想怎么算呢？哼，气宗篡夺了华山掌门之位得有20多年了。还没做够。哼，我等已禀明了左盟主获得令旗前来执掌华山派。左盟主管得也未免太宽了吧，这是我们华山派本派之事，可轮不到他来插手。宁女侠此言差矣，五岳剑派结盟联手，共荣共辱，如果一派处事不当，为江湖所耻笑，那其余四派共蒙其羞。陆师兄，你这话是咬定了我华山派处事不利，而连累了贵派的声誉，是吗？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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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私自下了四姑呀？师妹有难，我岂能坐视不管？谁不知华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，号称剑派，自然得以剑为主。你一味的练气，修习的可不是本门的正宗武功了，嗯？岳不群，你步入旁门左道，疑惑此地，流毒无穷，以至于我们华山派声名日衰。你是自己退位呢，还是让我帮你退？不要激动，二位。你们剑宗25年以前就已经被本派逐出师门，而自认不再是华山派弟子，何以今日又来此胡闹生事？并且你们啰里啰嗦讲不清所以然，更有何意啊？哼，当年气宗排挤剑宗，所使的手段就不明不白，你的掌门之位得来的也是不清不楚，否则左盟主怎么会颁下令旗要你让位？你的话还有点意思，所以说此事才有蹊跷之处。难道说这令旗是假的？哎，令旗并不假，但令旗不会说话。哎，令旗是哑巴，我也是哑巴。姿势体大，岳某要当面去与左盟主讨教，再定行止。岳掌门是不相信陆某的话不成？五岳派盟主管的是五岳剑派共有的事，而各派自己的门户之事当由本派掌门人做主。
岳不群，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肯让位子是吗？各位，远来是客，再不知趣，也该有个限度。好。久闻宁女侠是华山气宗高手，那今日我剑宗程不庸，就来领教一下宁女侠的高招。姓程的，你还不配跟我师娘比，有种出来跟我比一比。刚才是哪个畜生在说话？到底是哪个畜生在说话？哎，现在就你说话，你说是哪个畜生啊？重儿，哎，不得无礼。哎，小偷崽子，你找死！哎呦！还不快去，给你的前辈赔个不是。哎，程前辈，我年轻，手脚没轻没重，您别介意啊。起来。大师兄，你，姓程的。这些卑鄙的小人！大师兄！你们怎么来了？走啊！大师兄，冲儿！四人是邪派中的桃谷四仙，岳不群，你竟然勾结魔教，埋伏于此！哼哼，你倒敢倒打一耙！我的大徒弟令狐冲也被他们拐走了，何谈勾结二字啊！你们气宗勾结魔教，与妖人为伍，杀死我程师弟，我等都亲眼目睹，你还想狡辩？此事我定要禀明左盟主，日后定要讨回血债。走，不送。这些个妖魔鬼怪齐聚华山，想必是为了辟邪剑谱而来。
四怪武艺高强，手段残忍，冲儿和他们在一起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哎，小心点！林虎小子，你可不能死啊！你要死的话，我们可就大大不妙。林虎小子，你要坚持住！姑姑还在五花岗等你呢，你可千万别死！也得等见了姑姑姑再说。是，李虎小子，姑姑要的是活的李虎冲，他若死了，姑姑说我们全无用处，不如土狗，是吗？姑姑骂我土狗，气死我了！骂我是土狗，没骂，是我想的，没骂，你瞎说什么嘛？说不定他会骂呀，还说不定不会骂呀？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你就是嘛！李虎冲要死了，那姑姑肯定会大骂我们的，都是因为你。要是因为你腿短的话，跑得慢，那这小子能受伤吗？我再给他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我！你干嘛动手？打死你！我跟你拼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打死你！别打了！他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李虎先知又见面了。你这个小子，诡计多端，贫道只有打断你的双腿，我才能安心。爹，师父，来，站，站，爹啊！令狐师兄，你怎么样？哟，这个病老鬼就是那个李虎冲啊！过来，我跟你说，咱们不嫁给他行不行？啊，回头爹再给你找一个更强壮点的。爹，生死攸关，你还在胡说！快救他！哎呀，凭爹这身功夫要救他，那就是小菜一碟。看好了。他身体里有七道真气，不过这也难不住爹，看爹怎么征服他们。他是真气，已经被老夫给压住了。爹，爹，他的脸色怎么比刚才更差了？怎么可能？待老夫休息休息，再继续为他疗伤。哎，怎么了，烈火师兄？送我回华山。哎，我说关女婿，怎么连你也不相信老夫的功力啊？爹。你要是再胡说八道，我可要生气了。不胡说了。一会儿到了华山派，你可不许说话。不说。那老夫亲自陪他到华山，这总行了吧？啊。哎呦，这小子不轻啊！哎呦，两位，这边。哎，好。依林小师傅，
这次真是感谢你父女出手相救啊。但不知你的师伯和师父是不是也到此地了？啊，不，我是陪我爹出来散心的。啊，我们，散心的，散心的。你们二人难得来华山，不如多住些时日吧。谢师娘，我这就要回衡山了。岳师伯，求你一定要治好令狐师兄。放心吧，重儿是我徒儿，我定当会竭尽全力。大师兄，小师妹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小师妹，你跟林师弟，你们俩，莹莹。莹莹。莹莹。小林子，我们走吧。剑宗虎视眈眈，那四个怪物暗中潜伏，本派危机四伏，这如何是好？现在江湖中人无不觊觎辟邪剑谱，目前华山派已成为众矢之的，实在不行就和他们拼了，咱们未必会输啊。谈何容易啊，总不能坐在这儿束手待毙吧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胜负也不在于一时。你的意思，咱们逃走？敌众我寡，暂时避一避，不会毁了华山的威名。冲儿伤势严重，未必经得起路途颠簸。你是要将冲儿留下？以冲儿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如果赶路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他就会送了性命。师兄，你将紫霞秘籍留给冲儿吧，他可以自行练习武功，可以自己疗伤啊。我对冲儿的爱惜之情，和你毫无分别。只是此刻若将秘籍留下，倘若敌人找上门来，本门的镇派之宝岂不会落入他人之手啊？
少时你总算是回来了。衡山之役后，属下都很担心你的安危。见过蓝教主。教中可以什么事情发生？教中一切正常，只是杨总管总是念叨少时。杨总管是谁？啊，他是我义妹，掌管教内杂物。大哥，你回来了。这位就是杨总管，他不懂武功，让二位见笑了。这位就是武都教教主蓝凤凰和大护法朱雀，他们要在黑木崖暂住几日。见过二位姐姐。小妹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辞，心地却是极好的。请。请。请。大友，为了伸张正义，为了本门大计，为师此次要去趟嵩山。华山就交给你了。大友，冲儿伤势严重，你一定要好生照看。若是有外敌来犯，尽量忍辱避开，不必妄自送了性命。师娘师父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大师兄的。莹莹，东方少使红颜知己众多，在下佩服你。若是想要救他性命，便要答应我的条件。嗯，莹莹是本教圣姑，视在下为兄长，教中兄弟一向对他尊敬有加。阁下既夺令牌，又抓圣姑，看来对神教是了如指掌。有很多事我比你知道的更详细。你想要什么？教主之位？哼，你将我瞧得未免小了。说出你的条件吧。不想人隐隐死，就替我找到辟邪剑谱吧。Shut up!